你想竖着是吗？完了，擦了，没事 ，OK。虎子在，稍微等一下，大家把我当话外音就好了。小鱼也在，我现在要干什么去呢？我现在要突袭他们宿舍，然后因为，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最近有很多活动，所以大家都不在一栋楼里。然后现在离我们最近的在一栋楼里的宿舍是小鱼和他们的经纪人郭哥住，然后现在我要去突袭一下，因为昨天我们有复盘会开很晚，然后这两天都起得特别早，所以给大家放了一个小小的一个上午的假。不给我开门，对，哎呀，还锁了，这俩不会没起呢吧？他说的很有道理，小叶可以弄好妆发等着吧。完蛋，我们现在再给他们打电话，看能不能把他们吵起来。虎哥稍微等一下下啊，他在旁边的那个楼里，我们挨个来。完蛋，没起。你看，锁着呢。听一听，里面有声音吗？我可能真没起了，没事儿。我出来了。好了，你下面去吧。完了，他骗我。还不起呢？你起了不？起床开门。我给大家听一下啊。开门。你今天在这？开门。几点了？你接近。啊？什么？你锁了。我们锁了。睡得这么沉呢、啊，这儿郭哥都听不见了。来啊！看他们几分钟才能出门。来了。完了。钥匙，我跟大家说，小鱼已经是最容易被叫醒的。对，其他人都特别不好叫，所以我们选择了第一个是他。他们剩下的人肯定还在睡。能看你吗？能播你吗？能啊。完，大家看看他这一身装扮啊。弄鞋，我不忍弄鞋。怎么？哎，从现在开始收拾，你多长时间能出门啊？现在几点？现在11:30。12:30。12:30，真的能出来吗？一个小时就能出门。你俩住哪屋？一会儿呢。他在里面呢。啊？郭哥在里面呢。嗯。不是，你们怎么不起？他扫门了。那你跟他们说。郭哥不让他进了。郭哥在里面睡着了，他扫门了。
我胡子是不是长出来了？丑猫在里面。不丑。真假？真的不丑。小鱼坐火车，小鱼没有迟到。今天我们的集合时间，他还起得早呢。嗯。现在十二点，现在十一点半。十一点半，咱几点集合？一点。嗯。完了，完全没有形象，小鱼。对，完了，小鱼。那我吃不了，待会一个小时就收拾完了。你这头发也吹风机响。对，我等会儿去拿吹风机，我去三楼了。他们说他们快下课了，你还没起呢。他们都醒了吗？我们第一个来找的你。啊。真的假的？真的。不是最后一个吗？你可不是最后一个，主要其他的人还没去叫。为什么要做最后一个？哎，你化妆包在哪儿？给大家看，敢能看吗？能看，反正我也没带多少东西。重点是没有鞋。对，没鞋，我没有什么东西，你看，没带啥东西，就这么多东西。我就带，我总共就带这么多东西，你看，没了。没了啊，还有，我都拿过来啊。我没欺负小鱼。嗯。他说我们欺负你。没有，这啥怎么那么乱？哎呀，看啊。好了。化妆去了，没有化妆，我都是化。好的。所有的化妆都在这儿。其实我睡这儿了。真的假的？我要告诉你。告诉睡这屋的人。对。真的吗？我要告诉你们，我陈龙老师。这个不是陈龙老师。嗯，这个不是。我关了。不，卧室不能进是吗？对，卧室不能进。卧室有点乱。哎，我再不沙发，有点凉地。他们让你穿上鞋。没有鞋，没有拖鞋。哇塞，你们都没带拖鞋啊？没带，这地方没有。我现在穿我天天穿我的板鞋。行吧。洗完澡都开始穿我板鞋，没有拖鞋。行了，我们去楼下了。好，下一个人，拜拜。行，那我再睡一会儿。什么？再起来收拾。好的，咱们走下一个屋。十一点半离开这儿。现在几点？现在十一点半。现在一点出发是吧？对。对。你不得护肤吗？很快。你有吹风机吗？有。带包了吗？哎，你知道吗？那天特抖，他去我们屋借吹风机。不借他了，后边不还。那我都是你的。拜拜。拜拜拜拜。好，叫图图，下一个就是图图，图图住在他们楼下。主播是谁？主播是一个话外音。有一个不太妙的事。哦，对，你知道为啥吗？我刚才想说，镜子里。走了，我往下。这个是我们在大厂影视小镇里面的宿舍楼。我想想他们的房间号是啥来着？今天有哪些人去团建？这是个秘密。迎面走来了工作人员。走了，雅乐回去吗？你猜？啊，你们要对过了 ，sorry。这来，我就这屋啊，笑没了给我。主播是工作人员，练习生还没起呢。这个屋住的图图跟门门，图图跟门门，那又是一个值得打电话的。打吧，叫不起来，真的。
没事，我冲这边了。我去超市，但是我为什么冲这边？完了，这边真没起他俩，我踹了。赵泽芬，我们没有钥匙，一个屋子只配了一套钥匙。我们不配。对，我们不配拥有第二套。来了来了来了，估计在特别精致的妆发。我估计他们俩应该起来了，因为这个声音感觉像起了的。胖仔，来来来看第一是谁啊？脚脚步声停了。干哈？说。没穿什么？你没穿衣服？你穿一下上衣再出来。赵泽帆真的不胖，胖。隔壁楼没有房间号，我跟你说，咱们就是。但是他告诉我怎么走了。嗯。说不敢敲门，我怕他没穿衣服。呀呀，这人谁呀？长得真好看。呀，这不是。这不是小朋友发的吗？一会儿吧，没手机。他不会把他关外头了吧？他是不是开始装发了？没事，咱们在这儿等着他。对，我看他多久到底？因为敲门也会打扰到其他的房间，我们就看赵泽帆啥时候能开门，反正他知道我们在这儿。我们要文明一点，差了一个世纪的一个。对，两个大男人真可磨叽了。然后你们想象一下画面，现在可能在扑粉呢。复试已经在陆续通知了，今天肯定会通知完的。图图和蒋一鸣一个屋子。因为昨天我们复盘开会到很晚，然后这两天大家都起得特别早，所以今天上午就是一个短暂的休息，所以都大家都起得可能晚一些。这个是宿舍。这个宿舍平时是在大厂训练的练习生们住。虎哥和谁住啊？虎哥和俊峰、品勋，然后还有何一俊。现在大厂空气，风挺大的，但是阳光非常好。雅乐在，雅乐在。姐姐不敢踹门。还有好多你们好久没有见的小朋友们。对。大家都非常想他们，然后今天他们也回来。今天。虽然没有那么齐，但是人真的很多。大厂着火了，我们离得还比较远，就是不是大厂，小镇里面。我们不直播女生起床，女生这个不用我们操心。女生不会这么晚起的。对，我现在去女生宿舍，大家已经可能妆化完毕，在等着我们了。鸡蛋正在准备高考，然后最近在封闭的学习。让郭哥来带图图，郭哥都没起呢，我太难了。赵泽帆，你掉厕所里了？
只不过是一个话外音。轩轩，等一会儿，我们下一个屋去轩轩他们。可以。来，打电话的第二个，赵泽帆喊不动了，只能喊另一个了。完了，又是一个没起的。开门啊！啊！开门啊！你直接进来啊！你们赵泽帆说他没穿衣服。你们把门反锁了。哦哦，骗我！我现在进去了。他们屋是一个单间的套房。完了完了完了！这屋还跟被子里呢。完蛋完蛋！果然刚才说穿衣服又回来睡了，绝了。赵老师，嗯，我能开灯吗？还不起，你还不起，赶紧。我要过去了。嗯，这是谁？这是门门。嗯，绝了。嗯，打电话我都打懵了。刚才我不是喊你进来了吗？我以为你没穿衣服，你不是说没穿衣服吗？我说你自己开门，我没穿衣服。然后你又敲了，我说进，半天没人进。能开灯吗？嗯。能开灯吗？你俩允许？我捂住眼了。来，来呀。这是门门。这是图图。我们俩现在没法起。都没穿衣服哦，他们俩现在没法洗，现在都没穿衣服。焕宇进直播间看热闹了。啊，直播呢？啊，掀被子。兄弟，直播呢。他们以为是我们在拍团综之类的，就是之前那种小团建花絮。我的妈呀！他们让我掀被子，主要是他没穿衣服。姐，你确定你不是拍视频，这是直播呢？我确定啊，你跟欢愉连麦吗？我把他喊上来。Oh my god！ 欢愉起这么早？我昨天对流程是这么对的吗？对什么流程？谁跟你对流程了？昨天不是说要拍视频吗？欢愉刚才是被我们叫来的，他咣咣咣踩着就出来了。我不太敢近点拍他们脸，偶像包袱还有呢，是不是？我头发怎么炸？焕宇刚才也炸了，没事儿。真的就是这个真好，毕竟截你们的视频。太好，这两个人谁？他的视频多。来，焕宇。起床呀，兄弟们！焕宇，你说。我早就起了，你看我妆发，赶紧起，别睡了，兄弟，这都几点了？你看这太阳多好，你看太阳多好呀！我六点就起来了，我六点起来就晒了个太阳，吃了个早饭，收拾了一下，你俩快起吧。一块不要，赶紧起，别。别躺了，快起来！真的，这好不像你啊，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们去的时候他也刚起。对，我拽被子了啊！你拽被子了，我没穿衣服。哎，你们哎，他真没穿。你们现在这样，我们到外边去，你们把衣服穿起来，跟镜头打个招呼，就说明你们起来了。去下一家了。对，下一家肯定了，下一家四个人的。走出来，那都不可能。今天没有人知道我离开这个床。不是你一会儿让我穿裤子呀，姐。不是，只有你一会儿要出去。啊？快起，你俩，快起。你俩是粘床上了吧？这是个单间，对。真直播呢？真假的，我不信，我要去直播间里头看一下。
哎，我给你，我要转过来给你看，你过来。我不看。你有没有形象了？好了。嗯，严姐问你是真没钱。我真的在直播呀。完了。你看。我聊。兄弟，我疯了。等会儿聊被子啊。哎，我真的在直播。对呀、啊，赶紧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我先出去，然后你们穿上衣服，打个招呼，我们就去下一个四个人间。来，我先关一下门。你们衣服在这。大家看一个角落。嗯。我给大家看一下。你们想看哪边？这是谁的袜子？绝了！社死现场！我跟你们说，这间房其实最开始成龙老师就他们的舞蹈老师在住，他们舞蹈老师稍微有一点点就是很干净的一个人，他们今天是要死的，完了，不会又站门口了吧？一会儿你们问他们，这是谁的袜子？来，这还有，看这儿，来，这还有，绝了！我跟你说，谁设计的午餐？看今天大厂的天气，老好了。今天天气适合团建。来，出来吧。哎，你先别开吧。什么？赶紧。我找个帽子呗。他要找个帽子。我看一眼那个。哎，我给他拿。完蛋，背不起。我给他拿裤子，他一个。给他出来拿裤子。我们约好了1点钟出门团建，现在他们还没起。今天有一种大家一起去春游的感觉。真的姐，你要不给我打个电话，我睡死了。我还问流量，可能一会儿我冲一下。3万人看你们睡觉，你们睡得踏实吗？饺子饭穿衣服，不解释一下那个袜子是谁的？这儿，哪个袜子？这儿。来认领一下你们的，认领一下那个袜子。你找到袜子了？这个呢？地上地上。这左的这个。那个椅子上的呢？那也是折的吧？你看一下。折翻了，折翻了。完了，折翻已经没有形象了。那我没有水喝，我昨天渴死了。好，他们现在证明他们起了，还有什么要求吗？没有的话，现在还有什么要求吗？大家想他们干嘛？我们就离开这里，下一间了。你看这个，清醒了，绝对清醒。真清醒，懵了。门面不保了。结果刚看你们拍我袜子。大家都脱粉了，完了，完了，那不能播了，得去下一间，让下一间的人脱一下粉。好叫的姿势。你拍，你看名儿多帅，你别拍我。我早上起来不肿成猪吗？是挺肿。而且还被喊醒了。你这属于强行给我俩在起床啊？突然的摆拍。行吧，那我们去下一间了。真的，昨天不是说的就是拍个视频，今天直接直播来了。哎，那我们撤了，我们撤了啊。拜拜。12点半，哎，1点集合，你们几点能收拾完？12点半。好的，跟广义答应的一样，拜拜。我们先走吧，真是，走，哦，好。
来，我们下一个屋啊，就是风楚轩。我走下去了，电梯里没信号。虎哥他们屋呢是那种上下床的那种，然后里面挺大的，住了朱品勋、邱世俊峰、何一俊还有轩轩。我现在加快速度往隔壁楼跑。哎，赵泽就一直在看啊。哎，这边 OK。赵范，别看了，一会儿迟到了。来，带大家看看大厂的天气。等一下啊，等一下，我在。来，我现在飞快的绕过去。对，真的是只能游大厂了。他们两个楼离得还挺远的，因为最近大厂里活动很多，然后房子都被订出去了，就只能大家分别住在不同的楼里。这是在大厂影视小镇，不是他穿啥我也管不了呀。图图应该不会通风报信的，主要是叫不醒，也没准万一到那儿四个小孩都收拾完了呢。对，但是有是着火，但是有一定距离，没有在大城影视小镇里面。我不是眼睛，我是一个话外音。严总是你吗？是你吗？严总不是我。稍等稍等，马上就到了。哎呦，我不是严姐。美秀那个脚踏车吧，老朋友那种，他买的儿童款，然后呢滑的时候前面两个轮不好拐弯，就不能骑那个，容易摔。这谁又进来了？你们俩不收拾着，现在还看直播啊？其实我已经路过了女生宿舍，但是我是得走楼梯。哎，上来了，上来了，上来了。我听见这屋在洗澡。哎呀，这屋起来了，竟然！这是谁？来，这是谁？泡了澡。都在化妆了，你看看这个屋子，可能是因为我们来的晚。没有化妆。谁还没脏？基本都洗了。这躺着是谁啊？完了，俊峰，你还捂着捂着了。姐。上面还有一个何老师，已经醒了。
醒一醒了。我已经醒了。醒了。嗯。完，虎哥洗澡呢。完，你们来的不太是时候，风水轩洗澡呢。我来，咱们不会儿。你就不能破门而入。对，他洗澡呢，我就不能，对不对？来，咱们直播一下他化妆，化妆可厉害了。我现在在敷面膜，做一下妆前步骤。虎哥进去多久了？我看到，你看到红裤子了？那我们偷走，偷走。给你起来的。不均匀了吗？不均匀了。强迫症。嗯。这就是我一会儿化妆要用。来，这是品勋化妆要用的东西，你看看是不是特别齐。把红裤子，哎，虎哥他们说要把你红裤子丢了。再不出来就丢裤子了。真的是，再不出来丢裤子了。你拿裤子去了吗？品勋已经拿下来了，这是我的这张。我现在也穿着红裤子。你这个红裤子，来坐起来了。上一次是，上一次谁开的灯？上一次是在哪？在厂，在鹅厂。啊，鹅厂。被古月涛给开了个灯。好的。这灯光我们干啥？啊！我好饿呀！你好饿，一会儿吃饭。我也好饿。我九点就起了，我一直空着腹到现在。你早上起来干啥呀？发呆呀、啊，然后我就行，赶紧起来收拾一下吧。我这多嗨呀、啊！轩轩的床，哪个是凤如轩的床？下面。这是他床。完了，今天可能是个红口罩，不是蓝的了。今天有鸡腿吃吗，姐？今天有烧烤吃。真假的？真的。谁烤啊？你们烤呀？我烤肉技术老厉害了，我生活的直接都是抵到天上去了。帽子还行啊。嗯。有多少人啊？你们今天团建吗？不是，我说这个现在有5.5万了。5.5万。小秋，让你快点，小秋。小秋已经坐下了。起床了，小秋。我已经起了。前面有播讲一名，你可以翻一翻去。Hey, 我问问啊，风水轩啥时候能洗完？进来直播了。风水轩老师还有多久？进来直播了，老师。老师可能略有点。好了，别，何一静要给你们拍他洗澡，我疯了。有点大。现在在直播，你啥时候洗完澡呀？啥播？直播。直播。直播呢？你不是那个拍视频的吗？对，拍视频呢。这不就拍视频吗？对呀。啊，我等一下，我稍微，你稍等一下。这个太透了。这个确实有点透，给大家看一下吧。啊、可能不太好。这是我给你看的。开门，别当外人，那不当外人了。哎，对，别，对不起。你们太，别开了，可别开。姐，你们吃零食了？不吃，来给咱，你有啥零食？我没有多少零食，就这个。在哪儿呢？哎，我发现了，它床下面有两个自嗨锅。我没吃，我好渴，我买的我都没有吃。你吃啥呢？开始。太饿了，烤肉就不知道一时半会儿又不一定能吃。不得不说哈，这是我们的泡面套。哎，姐，等会儿我们烤烧烤是有棚的那种。嗯，租了一个院子。哇哦。不是，就是我是说，就是有没有遮挡？你怕晒黑呀？那北京太阳这么猛。戴个帽子吧。吃泡面最痛苦的事情。啥？戴帽子就。这怎么着？在大家没有看到画面外，小何偷走了他一个火腿肠。门门昨天我们给他，谢谢我们给他，哎，我们没有给门门送吹风机，给小鱼送了一次吹风机。让小鱼吹完给门门送。对，让小鱼吹完。他们仨已经在收拾。我们已经叫完他们了，可难叫了。是不是没我们快？对，可能因为我们来的晚。我们是挨早起的。
他们答应我们12:30就收拾完。我们几点出发？那我们是不是一会儿直接就吃晚饭了？晚饭。大概了吧，那烤肉你不得。一会儿。烤烧烤烧烤烧烤。你肉都老成啥样了？你不得提前布置一下场地？没事，你虎哥是专业。设置一下环境。哎。啊、这又是一个没穿裤子的红裤子吗？黑裤子能对着门口吗？冯楚轩老师，完了完了，我不敢对着，太危险了，太危险。那我现在收拾吧。那咱们几点出发呀？1点。1点。嗯。你们不会一直播着吧？对，那不然呢？哦，还有一个小时。不一定能收拾完呢，快收拾收拾。还好我早起。烧烤一直播着。你不会就是在一点之前直接就留这儿吧？就扎这儿。啊？啥意思？今天是我四月，就是化妆啊啥的。对呀、啊。可以，好好化妆。真假的？真的。真假的？真的。我就驻扎你们屋了，在1点之前。那坐吧，坐坐。不，不用坐，不用坐。带他们直播洗澡去。何一俊要直播洗。怎么了？化妆啊，你们先拍呗。他现在不知道，完出来了。拍完以后，没事，很能剪。他现在都不知道在直播。嘘，在简单的录，他以为我在录视频。直播呢？多少人？现在有6.3万人直播冯楚轩洗完澡，冯楚轩藏在了，完了。这个比那什么，比面试的时候染成上的人快多了。这是直播。别过来了，等会儿我穿个衣服，让我穿个衣服，等会儿穿，我拿个衣服。粉丝说不让你穿红裤子了啊！我拿还有老头背心是吧？他又穿老头背心了。哎，他的红口罩，那红口罩，嗯，今天是红的。虎哥最爱的颜色就是红色，你们不让他穿红裤子，都是素颜色。现在是没人化了妆。直播呀，为啥？可以照了吧？哎，可以了。我要直播呀。行了，可以了。我们1点之前就住你们屋了。真假的？别了吧，真的。那你们不是人多吗？对呀、啊。人多贵人多，但是。泽帆呢？嗯，好吧。人家都起床了，泽帆。我们先去啊，我们对，第二个就是他们屋。有点尴尬啊。放点音乐。我真的看你在直播呢。嗯，真的。弟弟都。你往上，女生宿舍，对，去女生宿舍看看。走，我给你。放点小音乐。其实是这样的，哦、我们宿舍没有啥特别的东西，平时就是打打游戏，对，喝茶，养生死掉。严姐给我们发了一条信息，她说她已经到了，再磨叽。来，放一下。再磨蹭我就回去了。啊、这些懒包，说你们懒包，怎么可能？你直接说。还好早起、啊。哎，我想知道你们去图图那屋的时候，跟易云那屋的时候，他们在干嘛？没起，跟被里呢。我们呢？面膜已经贴黑了。主要是他们早呀，我们11点多就过去了，现在都12点了。你们要不去床边？哇，他养生呢。对，我也去喝一个。把这个泡完以后，然后喝这个，这就是一个形式，这是一个形式，就早起了一个仪式感。对，是靠边看去。对，就是玩，就是玩。想看他音箱了。哎，就是玩。这个也没必要，垃圾桶啊，姐，其实来也没有那个必要。我给你们看一下那个啥，这是我们宿舍的娱乐。来看。这啥呀？娱乐设施。哇塞。河南饼，河南饼，我家人给我做的饼。因为你们说我胖，到现在没吃，已经成硬的了。来，我看看。以前是软的，现在成硬的了。你听，嘎嘣脆的那种。OK， 有点尴尬。好了，给你们看我最近一直在用的一个东西——降噪耳机。你知道它为什么会用吗？我知道。你说一下。这道题老师吗？老师来解答一下。就是我每天晚上睡觉，我必须带着它。为什么？你来说吧。因为呢，我的下铺住着谁？我的下铺住着我们。是这样的，其实不是。声音洪亮的虎哥。他就是。其实是这样。然后他晚上呢，总是会来一些交响乐。就是晚上，就是，
就是有时候太累的时候，可能是会有一些那个声音啊，但其实不累的时候，就我是没有声音，很安静的。没错，嗯。你下次给他录一下呗。我去洗个澡。你们在这住真的没在？真在住了吗？对呀、啊。你要你们要不在这住，我带你们走了，我再洗。待到一点啊。去洗吧。真的假的？一点集合。真的假的？在这儿集合。真的不是在训练营里，在办公室集合。我觉得那你们可以帮我能坐一下。不用不用不用。对。你们怎么你都不带停的呢，振峰？我好饿啊！现在不是已经那个啥？你用吧，你用吧。佑维在亏屏，你要跟他连麦吗？连麦。别连麦。看他在干啥。来。佑维在看。你们怎么会也过来？是吧？是的。他来吗？来。佑维来吗？佑维上麦。佑维，佑维，佑维，佑维。邀请他了，还没有理我。如果这么给你面子的话，我帮你，我帮你连麦。谁呀、啊？为什么能有声音呢？我的。哦，你在看。给大家放一首小歌听听。洗澡。又上了一个人。你不知道我洗澡的速度。啊，对，你洗澡三分钟。你要 freestyle。赵有为拒绝了您的连麦邀请。耀威肯定没有起床。看，这又开始泡面了。泡面很好吃，这个泡面巨好吃，还没一块吃过。主要是我太懒了，我不想去超市。没一块吃过，对。在我买的包装的，你还记得吗？嗯。我当时说买的在你吃。所以我早上补充碳水，一般都会吃一小碗泡面。刚刚也好好玩，但是有风。啊，昨天晚上风太大了，差点给我吹倒。谁感冒了？你知道我在等待什么吗？你不用等待，今天没有你。开始养生了。你刚刚已经呼了我一个晕。这两天嗓子不太舒服，所以就喝点。来，我出去。他要洗澡了，我现在先出去。你出去呢，我就慢慢来了。拜拜。姐，你在这是他唯一就是打扮的动作。走了是吧？可以去看看女生刀子去。走，那这样吧，咱们去看看女生宿舍。但是呢，我们昨天都没有告诉女生我们要录视频这件事情。就是都没女生。来，我们去看一下。图图他们宿舍不是刚去过吗？他们俩现在在收拾。那不是大家走完？可以进吗？我要告诉你一件事情，我们的直播间已经来了。不要！王亚乐拒绝了我直播台。你见他惨叫了吗？不行，我头发没有搞好。那我们等一下再来找你啊。妍妍子，妍妍子不足。要不我们大家去散散心吧，去便利店是吧？去看小鱼，小鱼应该现在在收拾。风雨轩看看直播呢。
他们现在刚出，刚到杨家。我们可以先去训练营。对，我们先过去呢。给大家先看一下我们，今天团建下午开始的团建会直播的，今天男生们可能会做烧烤。我现在往我们的在大厂的楼里走呢。沾了一裤子，钻在东辉怀里。有一件很尴尬的事情，你们记得吗？前台有人。我们因为钥匙只有一把，没在我们手里。我们现在开下门。李就是在工作的小姐姐们了，没派你俩，放心吧，还彪呢。哦，对，现场提醒，现在有什么关于复试要咨询的问题吗？弹幕，他们在努力工作，放心，没找你们俩，没找你们。把它找我自己。哎，今天这儿开着灯，我看一下啊。啊，好的，不能监视工作人员。看来只能看看这面墙了。拍老清楚了，对不？村美秀在训练一个小玩具。村美秀的小玩具，你看小章鱼。然后他可以，哎呀，孙美秀说这就是他本体。你看一下啊，这个是现在训练营小姑娘们，就小女生们，她们留在这儿的，自己给自己的储物柜，然后做了好可爱的东西。你看雅乐的特别简单，雅乐。这是乐瑶的，对，这个糖糖，这个是乐瑶的，也很简单。这样去天台溜一圈，带大家看一看我们的大厂的景色，但是可能都是楼呀。
团建有表演吗？你们点，你想让他们干什么，他们就干什么。他们团建的时候，你们可以点播。对，这是二楼啊！我怎么走了这么久还是二楼？看见大场是也是有风的。但是我们查过了，下午的风应该还好。对，是被安全的烧烤。但是相比北京来说，我们现在天气真的很好。哇，这个门儿吧，我怕关了吧。我看一眼，万一呢？今天是小月月来的地方。来了，哎，进来了。哎，来，我们先走一趟。都是。小月月不常住在这里。有一点尴尬，这是我们的天台。其实我们的景色被一栋楼挡住了，这栋楼呢就是他们的宿舍楼。消息了，是可以是可以连麦了吗？谁？我看在，我不停在收信息。没有，应该是你。好的。没跟我说。好的。这边也是。妍姐现在没有在这儿，妍姐一会儿见，一会儿直接团建的地方找到妍姐就好了。可以看表演，看表演点播。我们今天没有固定曲目，你们想看什么，他们演什么。想看他们的练习室，那我们下楼。下楼。对，看一看舞蹈教室。郭哥不能没洗吧？我估计焕宇得给他吵醒了。微微有一点点忙，来看一眼这屋吧，这是他们平时给他们上课的地方，有你看投影仪什么的，这个屋子，然后去一下练习室，有一个小练习室，小练习室最近男生在使用二楼的练习室，来二楼也有柜子，然后看这个他们自习的小屋，哎呦我去。自己的屋子，然后这个是最近我们不是在面试吗？然后这个是看我们设计小姐姐画的卡通图案。看看他们的舞蹈教室。
对，这个是最近的后场区，但是这男生一直会在这个屋子里练舞。我不能往前走，镜子里会把我照出来。就是视频可能看不出来，但是我们确实能看出来这个地板。你看这个地板，让他们已经练得非常，就是花了，已经都是鞋磨出来的印子。不知道能不能看到，找一个，看一下，就全是他们鞋磨出来的印子，就是还是特别努力的。然后呢，我们面试的屋子，大家来看一看啊。这就是这两天面试的屋子，然后这边有一个特别大的天台，这个屋子平时也是开放训练用的。看我们的顶灯，今天没有打开，但是这个灯非常亮。看 ，OK， 我带你们再去这儿的天台溜一圈。团建有女生，有女生，女生也会去，但是刚才女生，我们被拦在了女生宿舍外面，女生不想让我们进。哎呀，我太难过，越来越打不开门了。这个门应该是没有钥匙的，但是前两天不是可以开开的吗？对呀、前两天风雪轩开的。完蛋，刚才小鱼他说是开到了，但是我们好像不是很会开这个门。今天会有谁？秘密。开了，这面你们阳光贼好。宿舍里一个屋子四个人，神秘嘉宾是保密的。哇，你看到了吗？啥？哦，我看到了，绝了。是有年会的其实，但是因为疫情的情况不允许我们开大规模的一些聚会啊什么的。还好没有在这跑，这天台太晒了，我现在待一会儿出汗了。下去吧。鸡蛋在准备高考，然后最近在封闭的学习，他最近都不会，等高考完了肯定会出现的。美秀的滑板车在楼下吧。好，那天没找到滑板车，差点急哭了，最后发现自己放在了监控室。稍微等一等，现在12:30，是大家答应我收拾完的时间，我不知道男生们收没收拾完。然后现在，我把这个灯关掉。这离北京的公司不远，特别近。我闻到了香气，我闻到了香气哦！我没吃早饭，他们该吃饭了。我们刚路过的护士被他叫来说：“我的小姐姐。”对。来看看证书吧，要不然。
这个。我给你们点时间读字。我们现在就可以等着他们看谁最先到达。对，看谁最先到达。看谁最后。手都开始抖了。上面还有一个，我这个就我够老高了，我都顶上去了。最后的钻石和俯卧撑可以，会太少吗？可以拥有，我也觉得太少了。这个是前两天的后场区。美秀直接去团建的地方了。这个是平时练舞可以休息的地方，这儿有一排沙发。对，弟弟们现在在收拾，他们要完成他们的妆发再来。美秀可能要放我的鸽子了。我可在。本来答应美秀答应跟我们连麦的，现在他要放我们鸽子了。为什么吗？因为他手机只有13%的电。妍姐车上不能充电了。哦，对对对对对。哎，我们来盯着大门，距离。就是我们约定的1点集合，但是刚才他们都答应我12:30会洗漱完毕。嗯，他们今天自己搞妆发。因为现在我们跟他们约定的1点让他们到达这里，所以呢我们现在要下播了，然后12:50的时候我们会准时再打开看看谁先来。哎，美秀啊，让他进来，他还没有进来。他得先进直播间。对，他得先进直播间。有了，来，我邀请了一下美秀。美秀老师，嗨，姐姐，现在在哪儿呢？一天没见，你有没有想我？我们是不是车上呢？我们是不是前天刚见过？炎炎。啊，所以我说一天没见嘛，你有没有想我？就昨天没见吧。我们现在要去接一个人，姐，你猜是谁？我。我可以装饰。你那边干嘛呢？哎，哦，你赵妍姐胆太大了。啥？我说你赵妍姐，你胆子太大了。哦，一会儿，他说我叫妍姐，那个胆子太大了，然后一会儿妍姐的反黑战就该。
就该骂我了。对，美秀在参加团建的路上，然后现在美秀再去接人。对，再接我的好朋友。没事了，没电了。对，我要没电了，一会儿我要为了能继续把这个直播撑下去，我要坐到前面用那个师傅的数据线充一下电。神秘嘉宾，对，就是那个传说中那个会随机空降的神秘嘉宾，神秘女嘉宾。你还有电吗？没电我们就拜拜，一会儿见。我刚上来你就这么不愿意看到我呀？那这样我们聊到你电量耗尽的时候。那好吧，姐姐。哎，我的小车车呢？你的小车车我哪知道啊。我的小车车不是史云泉借给你们了吗？我们在这儿确实没看到你的小车车。我就问你，你的小章鱼你找到了吗？我小章鱼找到了，被藏起来了，藏到那个前台的下面。还有我的绿裙子我都找到了。我的小车车在那个这次面试里面也算是立过功了，我希望那个姐姐们能够允许他继续待在 A 加训练营，不要把他没收掉了。他不好骑。他好骑，都拐不了弯儿。他拐得了弯，只不过就是你得练习，你知道吗？我跟他已经相处了一个月有余了，我现在跟他建立了感情了，不让他拐弯他就拐弯，你得跟他建立感情。没事的时候多带他去大厂周边转转，去便利店转一转，这样的话他就说拐弯就拐弯。嗯，哎，不要叹气，姐姐。姐，我们今天有什么团建？有什么好吃的呀？你有资格吃？那团建有什么好玩的呀？秋美秀没有资格吃，只能表演。松松姐说她会拐弯了，是吧？是可以拐弯的。你姐姐你不会，不行。对啊，这个车是个童车，波哥能踩吗？这个车可就是你让他踩吧，反正限重200斤。这是秀的车，大童车，而且这是我的车，对。美美来的话可以就给美美。这个车下面还可以放音乐，然后晚上的时候轮子还可以一闪一闪一闪亮，然后后面的那个轱辘你一踩的那是一个刹车。什么是快乐星球？什么是快乐星球？这就是快乐星球。这就是美秀长胖的原因，因为她连路都懒得走。对，你说从宿舍到便利店其实很近的，完了以后他非得买一个车踩着过去。不是的，是因为你知道是为什么呢？因为你知道吗？去便利店的那个，你等会让我想一下怎么编啊。因为在去便利店的路上嘛，在去便利店的，哎呀，这反正我是，就是有点懒，但是。他连骑车都不骑，因为骑车还得就是动腿，还得像运动一样。这个车是可以站上的，就动都不用动。那我就买平衡车了。对，我之所以没有买两个轮的平衡车的原因，是因为我这个人平衡能力特别的差，我连自行车都不会骑。所以想来想去，我买一个什么样的东西既好掌握又好代步呢？我就买了这辆儿童滑板车，因为我觉得孩子都能学会，我有什么学不会的呢？自己倒是也有清醒的认识。不是没有学过，是实在是没有学会。自行车这个东西我每年都在学，然后年年都学不会。所以那个就是如果说实在学不会自行车的人，就可以都像我一样买一下这个儿童滑板车，也是非常非常的好用的。你那个小章鱼上面被丁丁姐姐不小心蹭到了蚊子，就是那个喷虫的药。杀虫来着。给我的小章鱼也驱驱蚊是吗？我回来给你看视频。天哪！哎，来了一个人啊，第一个啊。那个人这是谁啊？王亚乐。师傅，你没事吧？就他这嗓门。悟空姐要是我才是悟空。悟空。亚乐。
村美秀。万乐，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万乐，你为什么不回他消息？哎呀妈呀，对不起。万乐，你为什么不回我消息？我给你发消息，没有回我。啊，那是我在直播，你给我发了什么？哎，是这个。我说什么外套？没事，我走了。要坐那个啊，我坐前面去。你上，宝贝那边。我哎呀，太冷，行。哎，你咋下来了？我是坐前面去，我手机要没电了。哎呀！你们接到人了吗？我们接到人了。你听到说话了？哎，你怎么下来了？在跟妍姐来的路上，在车上。听那段语音，来语音。好的，好看的。所以杨乐，你帮我带外套。没有，你没有回我。我在直播呀，你就应该随便给我带一个呀。他手机要没电了，我跟你说，要聊到他手机耗尽最后的电力。那你知道我为什么坐到那个副驾驶了吗？因为我现在连上了师傅的充电器。所以这就说明了什么？我想播多久就播多久，除非你关掉你的直播间，我会被一起关掉。我准备关了一会儿。这么快？那你请那姐姐请关了之后，让王雅乐帮我带个外套，或者说帮我雅乐，二楼的那个楼上有一个小毯子，帮我带上。那个粉色的，我那个粉色的那个小兔子的那个。在哪？二楼。私聊啊。好亮，漂亮，好漂亮，王雅乐，好漂亮。为啥？在讲。那让王雅乐播吧。你都不好变了。播吧。让雅乐你不要。你播。我这就结束了啊。通常。我这就通往赶往你的路上啊，我会回你消息的啊。那姐姐我拜拜了。拜哪儿的？他都跟这儿了，你直接他说干嘛不就好了？哎，你说我这上次我就是连麦，他们就说我当成了打视频通话，肆无忌惮，一点都不关心下面人评论了些什么。一会儿系统带走了，你上次昨天晚上在发群里，还有我一个人学。姐，帮我拿我那个小毯子，那个粉的。对，我现在我一想到那个好马路上很愉快。我真的快被这个视频笑死了。我看到这个声音的那个本尊了，他就坐在那个。看见了。就在后面。你们现场能听吗？现场，想听现场，想听这坐车里的演唱，嗯。我能听，我找一个。我妈都知道了。我妈都知道了，给我转发过来了。现场可以听吗？我妈说你可真行。后面的朋友准备好了吗？后面的演。妍姐准备好了吗？我有。没事，不露脸。没事，你那个露我的脸，你唱一唱。我也会，怎么说？没笑，你手机你先充着，我们一会儿来了再播吧。
拜拜拜拜拜拜，姐姐不想跟我聊了，拜拜，团建见，团建见，团建见，拜拜。